进。梁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醒来以后就一直很奇怪。这锦盒是从前用来存放连理枝的，何怜惜把它亲手交到我手中。他为了复苏灵川，找了整整三年。你果然已经不是梁晨。殿下，此处快出永照地界，再往前便是朔云了。按规矩，永照卫队是不能入境的。那就给我一寸一寸的搜，我就不信凤渊这个丫头能藏到哪儿去。搜，是，给我搜。妹妹，少折腾了。
你跑不掉了。告诉我贺林溪的尸身在哪儿吧，念在兄妹一场，我饶你一命。我已经给了你想要的，你答应让我们一家三口死在一起的。哎呀，凤渊，你真的很聪明，你以为你把临川入口的图腾改了我就进不去了是吧？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，永照的铁骑应该已经进入临川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特别好奇临川的入口我是怎么打开的？好，那我就在你临死前告诉你，永照国的护国大将军乌九他都进得去，那我能不好奇吗？所以我就扒开了他的墓穴，撬开了他的棺材，在他的骸骨中找到了一根小树枝。你说这个小树枝一定很特别对吧？原来临川的入口是这样被打开的。你怨恨夫君，憎恶我，可临川与你有何仇怨？你入侵临川做什么？你都说是入侵了，入侵需要理由吗？你简直就是个疯子。我不只是个疯子，我很快就是永照国的君王了。你亲爱的父君不愿意给的位置，是因为心口残存的半截连理智。
舍身救下我，如今我们还能再次相见，我一定不再让你受到半分伤痛。是是悲，山风平水，人是为空道长水，像梦中山花如飞，去盼故人归。游龙飞，对影折回，惊鸿追，破雪摧围，而是在起身全飞，寂寞江山留下谁？你怎么了？现实一重重踹碎我仅有的希望，温柔一层层卷起我窥见的天光，心将早已发黄，徒留我寂寥办法了吗？你又是什么模样？君买黄泉小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君的眼睛受伤了，医官说恐怕再难复明。大君的眼睛怎么回事啊？大晚上嚷嚷什么？你先出去吧。到底怎么了？这就是使用天机术应付出的代价。爹，对不起。大男人哭什么？多大的事儿？你爹又没缺胳膊少腿的。可是爹，你瞎了。你就气死我吧，你个逆子，以后对爹孝顺点，没事别瞎嚷嚷，嚷嚷我头疼。七舅，为父给你说过，天机术是先祖用来占卜足运的禁术，付出这样的代价就是为了报捷历代君主。
要励精图治，不可既用术法恣意妄为。孩子，你记下了吗？孩儿记下了，孩儿记下了。没有胃口吗？没有了连理智，怎么复苏神术？临川族人怎么办？从前我不知道有第二颗属性，一直将复活神术的希望寄托在连理智上。也许同时启动两颗属性，也可以复苏神术。真的吗？可以试试。当时在落云崖挟持我的人就是凤仪，我看到他的脸了，是他抢走了书信。看来我当年在永昭王宫杀的那个人不过是个替身。当时夫君在世时，凤仪便暗中豢养了一批武装护卒，按他的心性他一定会那么做。阿喜，我们现在就去落云崖找凤仪，找凤仪就能抢回书信。不可，不管是我还是秦桑亦或是西九都去探过了，凤仪和那些死士早已不知去向。那个地方地处朔云和永昭的交界，凤仪那么想当永昭的君王，他一定是为了监视永昭的动静。他离开了朔云一定会回永昭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，我们去永昭找凤仪。即使临川守信一定会拉回，永昭已经给你带来了太多的灾难，况且凤仪很有可能就在那，你就待在朔云安心等我，神术和林川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，你无需觉得这件事必定要由你来解决，相信我。从昨夜到现在你还没吃过东西，先吃饭吧。但是我是林川的少夫人，林川的过去与未来我都得肩负起责任。阿喜，这三年来你孤身一人四处奔波，我是你的妻子，就让我待在你身边一直陪着你好不好？好。走之前怎么想着来这里看看？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还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雪，突然要离开了还有些舍不得，总怕跟当初离开临川一样，一走就是永别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下次下雪的时候我一定带你回来，在你身边一起看雪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我去找西秀告别。